任何地方啦，任何環境都可以打到嘅。初學者啊，尤其小朋友，佢容易打到個波嘅，因為要求嘅技術唔係好多。由佢打到波開始，佢就興趣咧，佢可以繼續發展羽毛球技術。咁最後尾佢走翻室內打係有幫助嘅。我細個嘅時候咧，都其實都有打過街外場啦，唔識嘅人都會同佢玩咯，變咗唔使話特別要約時間 book 場啊嗰啲，變咗好方便咯，我覺得對我嚟講。我覺得戶外羽毛球好好玩，呢度大啲好打啲咯，打得開心咗又容易咗，打得好好，好勁。你有俾文騰打完之後會更加想打室內嘅羽毛球啊，又或者室內嘅羽毛球嘅人都想試下 Air Badminton 啊，咁樣即係兩個大家互相影響有進步啊咁。當佢攞起塊板，哦，原來佢平時都冇打羽毛球，佢係打到個波嘅喎，咁亦都可以同到我哋嘅香港代表隊去切磋球技咧，佢哋就好開心啊！所以睇到佢哋咧係今日咧係短短個零鐘咧，佢哋係不停咁打，不停咁樣去參與呢個活動。我相信都是成功的安排。